服务员，来杯热水。喂，老妹儿哦，跟你接电话了。你老催，我都说了前几天跟闺蜜逛街呢，没有时间嘛。老妹儿啊，哥，咱俩啥时候出来见一面？我知道你要见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嘛。等你有时间的呗。等等吧，我现在不想奔现嘛。老妹儿，求你了。我真的不想奔现嘛。不是，我不想你。你不要再叫我宝贝了，行不行？咋的呢？人很多，我这边人很多。嗯，对，你别叫我宝贝了，我害羞了。嗯，脸红了。哥最近给你买了个包，哪天给你邮过去啊。嗯，谢谢哥。别叫哥，不知道叫啥呀。老公。舒服，来几扇。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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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吗？人很多。哎，先生，给你一个热水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烫的？怎么？不是老妹儿，你啥情况？你是老爷们儿啊？啊，不是哥，我不是。哥呀、啊？不是，老公，我嗓子有点干。老公，喂喂。这么不扯呢吗？这个呀。不，你们怎么还没到呢？这菜都凉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我女朋友突然喊我啊、哦，我今天不去了啊。不，你们咋这样呢？那不说好来，咋又不来了呢？你单身狗，你懂啥呀？不单身咋的了？我单身是怕谈恋爱了，喜欢我的女孩梦碎了。你这扯没用呢，你不就是找不着吗？开玩笑，我今天就是和小姐姐一起来的。你兄弟我你也知道，啥也不差，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。来来来，你让小姐姐接电话来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去，还真有啊！小姐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浩宇的朋友吗？你们怎么还不来呢？我们的菜都点好了，都是浩宇点的，你们最爱吃的。啊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，不是，突然有点事儿，那你们快点吧，浩宇说了，你们都可帅了，正好想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呢。听见了吧？你赶紧来吧。等我给我女朋友买个衣服啊，一会儿就到，请人吃饭都不来，没办法。来吧，儿子，干啥呢？我在家学习呢。儿子，帮爸个忙，今天我同事找我喝酒，爸不想喝，你用你那招装下你妈。交给我了，爹哈。放心 ，OK。好嘞，爱你啊，儿子。喂，老公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饭都做好了。啊，媳妇儿啊，今天公司聚餐，喝点酒就不回家吃了。喝酒？礼拜三你还想喝酒？你上次喝多了，从6楼摔到5楼，你看了吗？媳妇儿啊，那个好不容易聚一次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单行，你知道吗你？弟妹啊，咱好不容易休息，平时太忙就喝一点。周一到周六都是你的。就周日一天，你还要跟我抢是吗？这也行，下周一到周六我的，周日你的还不行啊？你想啥没事呢？周一到周六也是我的。你妹呀，我们上班就是太累了，就放松一下。放松一下？那个我就是想请他吃个饭，别的啥也不干。大可不必，我请他吃就行了。哎，媳妇儿啊，要不我去吧，多不好啊。你别叫我媳妇儿，你俩结婚得了，挂了。气死老娘了，气死老娘了。哎，儿子，干得漂亮！你大爷真让你吓着了。李代芳，你还不回家？哎呦，这真是你啊，媳妇儿！逗你呢，爹。我入戏了。吓我一跳！我回去了啊，你干啥呢？啊，行，爸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打完这把游戏回去啊。臭小子，你不告诉我你学习了吗？妈妈，我错了，马上回家。你等你回来了。不是，爸，你别打我，你先把我先走了。打两把。打啥呀？你打我了。嗯，真说好消息，咋了？我终于谈恋爱了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，你别让人骗了，你别让人骗了。Lady Go， 来就来电话了，跟你说啊。喂，宝贝儿。喂，老公。人家昨天说的包包什么时候给人家买啊？明天你安排上啊。可是人家现在就想要嘛。你咋说英语整的啊？
那你说人家买什么颜色的呢？我比较喜欢嘚一点的颜色。你欣赏就买啥行不？老公，谢谢你给宝贝买包包。嗯，好，那等你哦，爱你么么哒。哎，他们姐了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大宝贝儿，谁看谁不迷糊，就问你吧。不是哥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这女朋友你见过没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喜欢那种神秘感。神秘感。不是哥，你先别急着转钱，这样我给你个建议啊，要不你俩就见一面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看照片，我长得呀，就长得我的审美观上了，你知道吗？长得又狗狗又丢丢的，老美是吧？你看看那眼，怎么了？谁呀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不行，我高低得确认一下，还确认？美儿，宝贝儿，是你吗？是我呀，老公。儿子，我到网吧了，你把那个身份证号码给我，我给你查一下高考分数。好嘞。哎，等一会儿啊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宝贝。啊、哦。哎呀，我跟闺蜜在美甲店美甲呢。讨厌，没有。你不信啊？你不信，你听。喂。你听见了吗？讨厌，老是疑神疑鬼的。好吧，那咱们晚上聊啊。不好吧，啊、老公、哎呀，给人唱歌差点忘了。又怎么了？啊，是你啊。啊，我在网吧玩游戏呢。哎呀，你这样吧，你给我订点好吃的好吗？人家肚肚好饿，人家就想吃那个日料就好了。你不是刚发完工资吗？嗯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哎呀，迟早会见面的，不要着急嘛。好了，嗯，你真好。嗯，先挂了啊。哎，你这真点日料？是我点的，是我的，谢谢啊，哎，儿子，你也不行啊，这才考600来分，不是爸，你当年考多少分啊？我38分啊。